啦，懂了啦，这个真的很明显，越来越恐怖，这个真的很明显，不行啊，那个我想到那个东西去了，好恶心、啊，你想到什么啦？恶心啊！你是说之前跑出来，跑出来那个嘴巴还是个 V 对不对？对啦，那个东西啦。我刚另外一个选项是蹲蹲，可是我忘记他 skin 怎么画。你画的这样子很像之前那个都市传说那一个那个。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你在画。恶心啊！我真的是得罪好得罪满，要许贵哦。我笑的眼泪喷完。木瓜。这个更。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不是，他也不是这样啊。马尾眼镜，怎样？两个字好难选哦。真奶。你可以把那头画完吗？那个凹一个洞好讨厌的。哦，他就这样。我是知道啦，要选字啦。那个字嘞？对。哎，不是哦。他该不会是错字吧？没有，他没有错字。谁呀？我好像知道谁了。对了，珍珠奶茶。对了，对了。真的会得罪到人。你知道另一个是艾莎乔薇，刚刚已经你们都选过，我只能选这个。哇，我画这个可以再画一次啊。然后我就可以把你贴给，哇，可以啦，怎么刚画的还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不要熊猫团团。啊，这个头发好像有一点眼熟。怎么那么开心啊？这个人，因为他就是这么开心的人。啊！脑中在搜寻红蓝色头发，实在头好痛哦。我也在想，蓝色头发很开心。嗯？嗯？谁啊？他谁啊？哦哦哦啊！我原来你是画狗、哦，我刚以为你在画饼干呢。画的真可爱，好可爱哦！哦，英文哦，对，英文英文，以为看繁星的狗是在画饼干。好，我要画，认真画啊、哦！好，好，认真哦。听起来怎么感觉很不认真？噔噔让我查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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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那我好，想的没错，好。要唱歌了，认真哦。啊。哈哈哈哈哈！谁拉小啦？啊、是金鱼兔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找不到谁啊！我只知道是他，谁啊？你不知道谁？哈
还是别画左边那个哦，就已经歪了。啊！真的觉得你不要画左边那个。完了，我选不到字了。啊。他这个他的虎牙是朝上的。那个镜我找不到啦。我刚刚找到第四页，然后就发现他在第一页，气死我了。对皮卡丘第一印象是路不。哎、欸，这两个都画过了耶。你再画啊。那就画一个比较麻烦的哦。可是刚刚他也画过哎，那我不提示哦。嗯，还要被对折了。那个我要先发布声明，你要立一个道歉名单，我也要一个道歉名单。只是我的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啦，对。完了啊！哈？我没有觉得有点眼熟，没有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我也是一拳超人的一拳头那一拳，一拳啊，几个字啊？哎、欸，我这啊，这个啊，不会拼啊！我要说重新找，哎呦，拜拜拼哦，因为另外一个是黄阿玛，我觉得一画就没有了。哎呦喂呀 ，Google 一下，对，我都拼了。我去 Google 了，我去 Google 了，拍谁？一下不对，我刚才找到，现在不见了。丢你拜！找到了，等一下。Hey bro。啊！你画的字还蛮像的。啊，我有在看了。是吗？哎、欸，也太刚好了吧！白痴哦，完蛋了啦！可恶，都拆完了啦！先拆我们四个就对了。你要拆，你要先把那边的人都拆过，是不是？惹过完了，把你常录影那边的人都得罪过一次，知道吗？我真的是得罪光光哎、欸，我的妈呀！得罪光光哦，是光光吗？而且为什么又是黄头发？黄头发说真的没多少选项啊，哪有多黄头发的啊？这是眼睛，你这样才会被得罪吧？是谁啊？你用心挖他，我很用心，真的，他有用心，我很用心。谁啊？头上长草？你最近才看过他哦。不见不到，对啊，这样好像那个他头流血啊，对啊，他头上绑荆棘还是什么？太长了啦！谁啊？叠字。哎、欸，他有六只手指头哎、欸！你会被挤，你会被挤。刚刚另一个选项是闪闪。超级刚好哎、欸，题库有问题啊！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超刚好。好，开始。嗯。这是什么啊？好了，哦，好亮，这颜色好亮，不行，看这个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？啊，老师是老师，老师真的是老师哎、欸，哇，哦，哎、欸，我，这个真的是老师，真的是老师，真的。下周 UHC 攻击目标、不要啊很快啊、哦、好, 好一个字哦不知道啊真的有这个人哦有啊、哦、也是菜刀那边的哦嗯哎、欸、那你的题库好多菜刀那边的哎、欸
我没有画过他哎、欸，我要凭印象哦。是这样子吗？啊，先试一下。哇，完蛋了，真的没有画过啊！茄子色的头，还包还一个包哎、欸，应该是一个包吧？对啦，啊，谁啊？好了，接下来我就不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他衣服有什么衣服啊？他头上有包的，他是被谁打到头长肿包啊？哦，你完蛋了哦！重一点了，你完蛋了哦！完了，重一点了，我还没找到什么，你完了。你完了，你讲话尊重一点喽！你完蛋了，你要被打爆了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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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完蛋喽！不是啊，这是在我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讲出来的，这不算啊！我知道的题目讲出来啊！哇哇！我刚才也好想打皮卡丘，干嘛啦？这啥？啊？啊？啊？你我不知道是不是讲话啦，烦哦。谁？啊？谁？而且还是三个字。当然。操你妈！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！我该认识他吗？草泥马是什么啦？这是草泥马犯什么？得罪名单加一。照相机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什么东西？还是饮料瓶？他的手长在脸上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哇哇！题目，这题目问题是什么？不是题目问题，是我画工的问题啊！所以是谁？黑仔熊，黑仔熊，你画那么白，你说黑仔熊？哇，大脸欸，猜自己了有没有？啊，还没花完呢，丢丢丢！是这个字没错吗？等一下，他这我打错字吗？错字喽！错字喽！啊，不对，是这个字哎、欸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、啊，几个字？好，我要意象，意象的，好，意象图，好。这数似曾相识，不会猜变色龙哎、欸？草系的来了。嗯哼。嗯，好的，棒。哈，哈，哎，这样子，啊，哈，哦。哦哦，然、哦、后、哦、还猜错，意象的意象的，嘿，有有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碳是那个碳哦，不是那个煤炭的碳、啊，嗯，它是那个碳啊，哦、嗯，哇塞，另外一个我不会画，我只好画这个，哦哦，又要得，哎呦，又要画脸了是不是？对，白冰块，白冰块很快很快就会出来。很快就出来，
啊！对啊，他是。哎、欸，我有提示几个字吗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按了不给按哎、欸，好吧，那就算了。嗯，你用讲的。哦，我觉得好像不用。这是一出来抓出来，对吧？直接马上就 OK。啊！我看另外一个是造咖。造咖，造咖，怎么画？哎、欸，这个好难哦。这个你们马上就知道嘞、欸！好，来，来，真的是马、欸、马马马上上就知道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结果会不会到时候我们就故意到最后一刻都猜不出来？应该不会吧？吧吧吧，故意只画下半身，是马马上呢？马上呢？没有，又在画。